射箭之后呢，它就像我们可爱的，因为我们后面会有一个实验，叫做纸的实验，就是纸的循环，对。所以呢，它总共有七个步骤。然后当我们第一个步骤好了之后，我们再按一次键，它就会将第一个好了。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气球，我们再按一次键。哇，这是我们两个的实验。然后这是第一个实验，我们第一个实验就是因为小学生比较习惯就是用到纸盒，因为纸它的最贴近的，所以我是因为纸会变纸浆，会变成液体，会变成固体，所以太难了。完美的固体，固态就会变纸浆，就会变纸浆，然后我再展现另外一个。要更多时间，上面那更多时间，你只能减少你要的量。这个小时，小建议吧。老师觉得你好像做了两个，做两个。因为我们的分工部分是呢，我们拿纸之后，我们各自发想，好了之后，我们再一起讨论这张纸，然后还有绘制心智图。那我们好了之后呢？我觉得不是时间不够，是时间太多了。因为你们家都做一个，你们做两个。哎呀，好，就是代表你们能力也很强，他想法也不错，而且两个人的话可以相辅相成，都可以做出来。一个时间，一个是距离的东西，很棒，很棒。好，另外就是因为比赛他有建议说，希望你的实验是两者可以有连接性。对，这部分给你个建议，就是比赛的时候建议就是。这个板子跟这个板子不是分开的，而是可以互相连在一起。在某个执行之后，它可以垂直。对对对对，他们两个是可以互相沟通。它可以触发到他做什么动作，对，或者两他也可以触发到他。或者是把两个整合成一个连接。对对，就叫一加一啦，一加一，它大于二，类似这样的概念。但是你们都很不错，哎，好，是，好好，还有时间吗？好好 好, 好，谢谢。有个地方可以讲一下。哦，好，还要讲一下。就是呢，在它的那个纸的实验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希望呢，它的纸的实验完的时候呢，可以刚好参考到我们这里这个实验步骤的地方。我们希望可以把它融入在这段里面。嗯，哦。虽然他们两个并没有很相近，但是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关联啊，哈，关联性的地方。哎，好。好，谢谢老师。谢谢。辛苦啦，哈。
水的生态。植物生长实验最需要，植物生长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水分，所以我们也要以自动加水为主。我们使用了温湿度感测器，它感测温度是否过高，当过高时它会自动加水，因为土壤会太干。再来是 LED 灯，当过高时的时候会亮红灯，自动加水完之后会亮绿灯，代表它加完水了。土壤感测器会感测是否有加水。这边的霍尔磁性感测器是它的开关，我们这边有一个离线的板子，当它按下按钮时，伺服马达上面有的磁铁，它们会转90度，会让它感应到。LED 液晶模组它是显示它现在的模组。下雨了不用浇水，是因为它现在我们这边里面有浇水，突然感测器感测到现在这边有水，所以它不用浇水。那这边刚的太热是它的温度感测到太高时，它会跟它说太热了，你的湿度已经不够高了，所以要加水。然后这边有亮红灯，它然后这边的时候突然感测器插完插进去的时候，它这边有水，它这边会亮绿灯。水的生态，我们有固态、液态跟气态。我们这边使用了也是一样有土壤感测器、按钮、马达、光线感测器、是马达、座机跟红外线感测器。我们分成热和冷，白色的按钮是用来冷的东西，就是让它变成固态、变成冰。那我们使用的是以马达把它变成，就是马达当作冰箱来用，让它可以自动。再来的话是土壤感测器，它会自动加水，然后它会广播讯息，让它自动转向冰冰冰。黑色的按钮是用来热的，自动加热，也是当土壤感测器感测到温度，感测到有水时，它就会广播讯息，自动加热。舵机和红外线是感测有没有人来，当红外线感测到有人来时，舵机会放下栅栏，它会转90度放下栅栏，然后并且蜂鸣器会叫说现在有人。设计理论设计的想法跟我们实际可能有某一个地方值得你去探讨的地方，那回去多探讨一下，好，大概是这样子。好，其他老师
然后所以觉得你们整个机构做起来很完整，而且跟实验的部分的话都有一些互动，蛮不错的。大家的表达也都很清楚，那有很多的书面的资料嘛，对不对？啊，过程设计都很用心。这个因为好像希望是两个板子，它可以互相沟通。对对对，所以这部分的话是当时只有规划说让它切开多一点。因为时间不够，然后再就是那个那时候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原本是要让180度转到这边，然后那边会盖住这边，可是实验室不卡住。哦，所以你本来的规划是。它会有一个马达，从左边的马达去控制到右边的盖掉那个光明电。对，用物理的方式去把它做成。因为是用这一块板子去连接掉。哦，这个很重要，这个要讲出来。嗯，那我们要从物理连接的。好。你还有一分钟，可以补充。原本要做的是，就是温度过高时它会自动盖黑布，然后可是因为就是现在没有黑布什么的，所以就没有做到那个。但是未来我们发展，我们会盖黑布，让它就是不会一直直射到太阳。对，好的，辛苦了，谢谢。那个小的塑胶盒是他自己准备的吗？没有，是电那个磁铁的。哦，磁铁的那个盒子。对啊，磁铁的那个。小朋友是1906到1988吗？天哪！我们要测试一下吗？啊，我们要先测试一下。测试一下。好了吗？